小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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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个头像旁边，然后把名片，摆在上面吧。你看这样，一开始这么大的，进到魔晶这么大的第一看，然后把这名片，把这个送一下，可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这是颜色。用这个粉末就是变成金色，变铜色。对。如果是用银色就变成白色样子，是吧？对。这是金粉吗？那怎么调颜色？调其他颜色嘞？都要。调颜色的话，然后。哦，跟调油漆一样的喽，根据经验去调的喽。对对对。哦。都差不多。这个调油漆一样的，有些油漆不是可以调一调？对，调颜色就是跟油漆一样，根据不同比例去调啊。什么颜色？比如说我要铜色的，我要黄色的，都可以调出来。基本你不要知道怎么调，你要怎么调颜色？哎，客户会闹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什么水呀、啊？这不是水，这是。粘合剂嘛，粘合剂，那是比较潮，是比较散，不会散掉的。它是起个固化的。哦，固化剂。哦，对。哦，跟那个涂层玻璃涂层差不多，固化剂，然后稀释剂，再加上什么白色涂层那样子。哦，我是会的物。哎。哦，我来展柜了。在那个办公室那里，我没有记在手机上面。你在我电话旁边，你那里看一下嘛。到桌子旁边。拿过来抽一下空。把里边那个空气抽出来，抽空气，对对对，上出来就没有气泡。等它冷吗？那我不用，等我等那个温度还不够。那到时候我们回去做也要这样子操作。对对对，肯定啊，这是一套嘛。那就很小，调一点点也要这样操作的。不是你大概。我们该推干嘛？那个不是电机开了吧？油压没开，对，油压没开。那边有个电压，这不是真空吗？真空吸管，吸回家了。他呀，你给什么？你压机给什么？差给多少？你这个用这样干的，吸管，你知道吗？真空嘛。这东西，超的。这个，我得，
奥特曼那个，来看看你后头奥特曼要得不得哦？要好似你嗰个收到成好受力嘅呢啲啊？多少秒啊？这样？这样我压了十三秒。十三秒是吧？对。这个不用摸到，这个。